欢迎加入华视夜间新闻，我是林伯坚。今夜最新消息带您看到，海巡署在1月中旬曾经邀请一名美籍人士来台湾，不但协助教育训练，也跟海巡署的同仁共餐互动，但是他在离台前检测却是新冠肺炎确诊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证实，这位美籍人士就是按920，他的这个 CT 值，后续其实是有升高，还是他的偏高啦？那他的 IG， 他的抗体也都是阳性。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他在美国就已经发病了那在台湾虽然风险不高，不过还是在针对他的密切接触者这边进行居家隔离。那目前总共居家隔离四位的接触者。那其中也有包括这个海巡署的官员。好，庄仁祥也证实，由海巡署人员框列为接触者，正在居家隔离。至于按920，如果在美国就已经发病，那么他如何持有阴性报告搭飞机来台湾呢？庄仁祥表示，检测的确会有时阴性、有时阳性的状况，不过相关密切接触者已经框列居家隔离，目前没有人确诊，社区感染风险低。